我想我整个的生活背景是一个不可以有梦想的一个环境里头。事实上在我最小的很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岁的时候，家人就给我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我没有达到，可是各位都达到了，他们说进台大。因为我的 家人，我的叔叔姑姑辈全部是进台大，然后到了美国，他们念哈佛念什么，他们都没有回来，那是50年代的台湾。所以我的家人，我五岁喜欢跳舞，可是并没有梦想说要变成一个舞蹈家。为什么呢？我想你大概不敢，因为台湾没有这样的一个行业。所以当他们说你要一定念台大的时候，因为他们给我这样的压力，所以我开始了写作。因为整个五年级就开始去补习啊，一定要念台大嘛，就我们从小的时候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念台大。所以等到我初中的时候，我开始读小说写小说，我那个时候开始知道说我的梦想是我要当一个作家。那么在我21岁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想那年我就出版了2本小说啊，我想那个时候我做得不错。那个时候如果我留在台湾的话，我也许就进了那个时候最，我是政大新闻系毕业的，那么也许就进到那个时候最热门的中央社或者中央日报。可是我对于别人规定好的那个事情，我是天生反骨，因为家里给很大的压迫，所以这个我也不喜欢，甚至出国我也不太喜欢，因为叔叔我的姑姑叔叔们都走了，可到最后也不晓得怎么办，你不进中央社也不进中央日报，那你要做什么？只好出国。那出了国以后，我想在那个地方我重新找到舞蹈，同时也开始思考你作为一个台湾人是什么意思。我刚刚说没有梦想这个事情，不能有梦想这个事情，包括着那个时代在戒严下的那个氛围里面，大家你的想象力不能够很大，所以像做一个学生，家里就要求你进台大啊，出国或者是找一个好的事情。那虽然我不喜欢，可是我也不敢想太多。那写作已经完成了，但是在美国那几年里面，你看到整个世界的年轻人在怎么样的过日子。我记得那个时候的甘乃迪总统，美国甘乃迪总统，他说，当然说过一句话，说不要问国家可以为你做什么，问你可以为国家做什么。那今天就觉得大家觉得很有趣，这我们刚刚殷老师说，我们用一个非常批判的眼光，因为我们不再相信这个事情，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相信。那等到联合国和钓鱼台的事情发生了以后，我就决定要回家。那回家做什么呢？很简单的，那个时候想的非常简单，美国有的我们都要有，因为你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而且不敢说他做得比他好，可是要跟他一样好，是这样的一个心情回来。那么给我最大的启发的事情是，给我最大的启发的是在那个时候在文革期间，我看到人民画报，一方面我觉得这是政治宣传，可是这里面讲到赤脚医生，就中国大陆很多地方都是非常落后的，在那个时代，今天还有很多地方很落后，那么医疗上面很不好，所以有些人受了训练，医疗的训练，就骑个脚踏车到各个地方去看病，很简单。可这个事情使我很感动，而甘乃迪总统那个时候做了一个事情，他组织一个青年和平工作团，让年轻人到第三世界去教语文，去做医疗，去贡献他自己的各种。这个团到今天还有几年前我在尼泊尔，去尼泊尔的飞机上碰到一个年轻，碰到一飞机的人都是青年和平工作团去尼泊尔。那坐在我隔壁的那个年轻人，他说他第二次，他大三，然后他休学一年，他第二次到尼泊尔，他准备在尼泊尔一年来照顾当地的麻风病人。我想是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感染力。所以等到回来台湾了以后，虽然在政大教书那个时候有人如果找我去做环保我就去了，可刚好我碰到一些人叫我去教跳舞，所以就开始了云门，做云门的时候，那个时候想的不是说跳舞这个事，而是说跳舞能够在社会上做什么。
从小我的父母亲给我的另外一个梦想是，给我另外一个责任是说，因为我们在一个中产阶级里面来出生，那么应该做的是如何服务社会。我大概8岁的时候，他给我第一个偶像就是丘吉尔。我很早就知道诺曼底登陆的这个事情，关于他在战争中间对伦敦人讲了什么样的话。那这也是跟上台大是我非常非常抗拒的，但是在我25岁回台湾的那一年，我不知不觉的走上他们期待我走的那个路，只不过我不是走政治的路，而是说希望舞蹈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上什么。然后这是我一辈子的痛苦的问题的开始，那个时候才知道说，所以你要怎么样组织一个舞团，台湾没有舞团，以及说那你要怎么编舞，你要跳什么。但是年轻的时候开始是非常棒的事情，因为你够蠢，因为你不知道很多事情，你就让一个热情你都一头撞上去，然后下面就说你怎么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困难，如何使一个梦想变成一个可以落实下来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东区的101大楼，可是101大楼也是从打地基一点一点来做起来的。那事实上我在云门31年的事情就是做那么一点点一点点的小事情，但越来越大以后从来不敢再想梦想这个事情，而是想工作。我想我就讲到这里。今天刚好来了之后才知道说我要在这个地方来演讲，那这个地方我是很不敢回来的。不是台大，台大我是还不错，台大我最近也那个我是台大荣誉校友，我一回来还是蛮风光的。但是这个学生活动中心呢，是我以前摸鱼的地方。我应该是这个双学位，是这个活动中心研究所高材生。因为在这个地方，这里很多恩怨情仇，这边发生过很多故事，但是我不能写出来，不能报道。刚刚我回来的时候，我走了以前走过的路啊，哇，以前我在这个房子里面搞过很多活动，也搞过很多艺术，也搞过学运。我们算是学运的第一批了。1971年的时候，我们是搞钓鱼台事件，我们是为了国家，当时记得是香港侨生来发起这个钓鱼台爱国运动。我们是为了爱国家，我们不管那个当时是戒严时期，这条运动是可以判死刑的，可以进去关，会抓去这个绿岛关起来，也许现在可以当总统了。哎，这不是真实笑话，纯属笑话，不要那个。这个不行，不能乱讲，收回来。我这个讲笑话，不当真。不过说那个，当时想起来也很轰轰烈烈，因为当时说，如果你去示威哈，你去丢鸡蛋，如果给那个照片照相机照到的话哈，那美国不让你签证，不让你进去，你就甭想去美国读书了。我说老子不去啊，我就不去吧。结果我真的是没有去美国读书，所以才有今天这个机会。不过从小的时候是很多很多梦想。那第一次那个听到爱迪生的故事啊，我要做爱迪生，因为他没有读书哈，他不要去读台大就可以发明那个电灯泡啊、留声机，这个很不错。然后又听到说那个牛豆发明牛豆的事情，因为当时我们小学的时候听到那个天花是哇这个。使很多人很紧张，听说那个霍乱，哇，这个会使很多人很紧张。那个听说那个有什么黑死病，哇，有很多人发明那个抗体那种药啊，那我以后长大一定要做一个做医生，做病理学的研究的医生。然后后来我有在那个香港的中环住过一阵子，
香港中环你知道是很多很多漂亮漂亮的建筑物在盖起来，啊，我说我应该就这样当建筑师，因为建筑师这个房子啊盖起来几百年都不会给拆的哈，是一个艺术跟科技的一个结合。哎，我很想去当建筑师，所以小时我高中的时候那个那个几何是120分的，因为比老师还厉害。不相信的话，你们去看那个玻璃馆哦。现在我是我 design 是我占一半，有一半是我 design 的，那个样子是我 design 的，所以还不错。这个创新那个台大的一个校园，因为台大校园都是土色嘛，那我这个土我这个、那个土色那个砖红色已经看了30几年了，看得有点烦，我就给他一个新的颜色，他们还都还觉得还是不错，所以说，变成小时候就很崇拜一些伟人，想去做他们，重复他们的故事。最终人，我后来想说，哎，我为什么这么野心这么大？其实不是，其实还是出于说我想 do something for the world， do something for the world， 做一些事情帮忙那个人类。这样一个想法，并不因为那时候说这个做一个病理的这个医生，科学家并不是会赚大钱的，发明灯泡也没赚到大钱，并不是从那个钱来做出发点，所以说这样子的这个中学、大学就混这样子做梦，就这样的过去了。结果大学毕业的时候，糟糕了，哎，这个我的平均的大学的分数是72分。72.3多好像这样，那台大是很低分的了，这个很羞耻，那个因为我隔壁的那个同学哈，我那个在宿舍里面那个住我双下床那个同学哈，也是从那个香港来的，也是侨生，他是8个学期4个年都是全级第一名。那我们班第一名的话也是一样，我们班他是机械系的，不是电机系的，电机系就好了，我可以抄他的题目了。那我们班考第一名那个也是8个学期4年都是第一名这样，那我就非常非常自卑，那我就我不要出国了。那刚好老温也跟我一样啊，温思仁跟我一样都是同样，家境也不好，然后人家有 scholarship， 我们没有机会有那个fathership， 那怎么办呢？没关系啊，我们就考台大研究所，电机系这样混，再混2年说说看嘛。当时有些班上考高分的那些哦，也来考那个我们的研究所，我们就把他骂跑。你都去 MIT 已经收你了，你还考我们这个研究所干嘛？来占我们的位置。所以有些人讲也很自私啊。不过 anyway 啦，这还是这样子。不过在研究室，其实为什么我后来一直想，为什么我 IQ 是也不差，为什么考试是这么低分呢？后来发现说不是，因为我从小都是读书，都要去把真正的道理全部搞清楚，我才能够记住，搞不清楚我就记不住了。所以那个台大的科目好多好多啊，老师也很棒啊。但是他们的那个口音很听不懂，我们那个时候不像你们的老师这么优秀的哈，都是那个大陆撤退回来的那个老师很多很多，一些讲上海音，一些讲山东音，一些讲湖南音，叫做林伯里，我都听不懂是谁，是我，那差点那个没有及格，因为点名没有到，差点都给当掉，所以。读书一定要求真理嘛，你读就读，奇怪那个真理，我就问老师，老师也没搞懂，所以有一些了，不全部了，所以说就是比较，后来就说有点这么讲，思想过动，今天想这个，明天想那个，后天想那个，想的太多了，所以说后来我说啊，我就悟出个道理，说我读工的，应该是读做实际的东西就好了，不要管它那么多了。啊，那些管到那些原那个什么什么那个量子物理了，量子力学了，那些什么什么天空里面的电波了，宇宙线了，搞它干嘛了？我都把那个电脑把一样搞好就好了嘛。好，后来说，我都觉悟了，
在研究所的时候，我就专攻多读电脑，电脑很简单，就一跟零就搞定了。中间呢就不要去搞到它，因为实在很难，中间那个很难，很艺术啊，很难。所以好，那我就把电脑搞懂。那当时在台大的话，如果做实际的，不做理论的，是非常非常别人看不起的，哦。所以说现在是不一样，现在说我开一个电机馆，每天做实验做产品，不要搞什么理论。现在，所以说，如果当时我只是搞理论的话，就今天就没有广达了。所以说那个时候说，我们就在台大里面的研究所里面就，我们不管什么理论，就专心做好一个叫当时在做我所谓的迷你电脑，其实是这个现在来讲的话，值不了一块钱美金，就这样的那个规模了。不过说科技才进步是太快了。但是说后来说我们就想说啊，我们毕业的时候，我们说啊，我们要创业，我们不要去打工。我们温世仁就是跟我说，我们去做梦。我们记得说我们毕业的时候，我们快毕业的时候呢，我们在台大那个椰林大道那边晚上这边走，两个人这里很穷，现在是只能够吃那个简单的那个叉烧饭而已了哦。那想说我们要做一个很好的电脑公司，世界 number one。 我说你没有搞错啊，你我们还读了几本书，就是说这么大口气。我说没关系，我们就做。所以有时候这样子，有一个梦是 drive 我们去冒险，去创新，去不断的努力，不断去忍受挫折的一个原动力。我想说这个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动力才对的。所以说我们就是没有出国，我们在台湾当时就创业。那所以说创业就是当时的决定。然后我们说要，我们当时在，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真的是很幼稚。什么是那个电焊什么焊接搞不懂，什么叫电路板电路板有四层两层的，哇，那是只有一层的。那说怎么说是一个去采购东西 LC 啦什么的，全部不知道。我们自己创业就对了，反正我们会做电脑。所以说我们第一个产品的 prototype 是在台大的实验室里面做出来的。我记得当时当时刚做好的时候，一开关的时候，哇，就亮了，哇，就很高兴，就开创我们的后来的事业。所以这个就是，都有个梦想，然后你一步一步往下走。所以说，我想说，这个题目那个开场白就讲到这里为止。我有很多人就说，你是一个男性，为什么去跳舞？你们受到很大的压力。我说我没有感觉到。有人说台湾没有舞团，你去办那个舞团，大家社会不是觉得很奇怪？现代舞在很多地方都不被接受。我说我也没有感觉到，我真的没有感觉到，因为当我进了一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进去了。也许很多事情都在发生，我都不太感觉到这个事情。譬如说，很多人以为我的家人反对我去从事舞蹈，但是我的父母亲他们都觉得舞蹈是一个很棒的事情。我父亲甚至跟我说，舞蹈是艺术里面最伟大的，因为它是用人的身体去做出东西来。但是他也给我提出一个警告，他说这可能是一个乞丐的行业。那年轻的时候你就有点愤愤的，因为你觉得年轻的时候，我刚说因为你很多经验不足没有很多 data， 所以你就可以冲上去。但是我始终觉得他跟我这样讲使我知道说可能会变成乞丐，如果你干得不好的话。那这个对我来讲是一种，都是一种提醒。所以下面要做的事情就是说，我刚刚说我没有去跳过舞，我到年纪很大才开始学舞，我没有在任何舞团待过，然后就开始创办了云门舞集。可在这中间呢，你每一件事情都是摸索，然而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个是社会喜欢或不喜欢。用现代年轻人的说法，那个时候我们绝对不敢这样想，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可是我想我们那个时候是另外的一种态度，
而不是说我可以放任，我可以干嘛？我就是要做自己的这个事，这个是我跟我自己的一个事情。那么台湾作为一个表演艺术的发展，它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我云门上个月第一次到广州去演，那我们知道现在全世界最红的一个建筑家，伊朗的建筑设计家叫扎哈哈迪，他也在帮我们做那个台中的库肯汉古今汉博物馆的设计。那么他现在是为广州设计一个歌剧院，2006年落成。可现在那个落成之前，像广州做舞蹈的演出是没有什么好的场地。那么为了云门去主办单位，从上海跟北京运来了布幕、灯光一切，然后那天晚上1400多个座位通通爆满。那他们告诉我说，广州人是不大会拍手的，拍拍就走了，抽签儿走人，就从椅子上站起来就走掉。好，那么可是那天晚上我们得到的掌声比纽约还长，那个谢幕比纽约长。完了以后留下来就是做答客问，跟观众来回答问题，1400多个里面大概将近1000个人留下来。那广州人吓了一跳，那我们也觉得很吃惊，我要讲什么呢？就在每一个社会里，他只要有一点点松动，有一点自由的时候，都有一些精英或者热爱艺术的人，那就像个金字塔一样，他可能很少，但是广州是有1000多万人口，所以那样的一个小小的金字塔就可以填满一个晚上的演出。好，这是一个我要讲这个事情，就是说回到台湾的20-30年的时候，它仍然是这样的一个角。今天呢，这个金字塔的上层呢还没有扩大。什么意思呢？就是去看表演艺术，表演艺术不是我们生活中的必需品，我们去看是为了一个热闹，或者是去感觉到一个感受。那么一般的高中生大学生比较敏感的就会开始去看演出，男生在当兵回来以后就不会再看，或者娶了太太以后也就不看，或者有了小孩以后两个人都不看。这相对于欧洲人来讲，艺术上的这个东西它变成生活的必需品。我要讲说今天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看到像云门在国家剧院演出可以演15场、12场，说穿了也就10000多人而已。那么到今天为止，就是这个事情是今天很难，回到那个时候也很难，可今天也没有比那个时候容易，也没有比那个时候难。我想说的艰难的状况是什么意思呢？你走在每一个地方都难，因为你永远每一天都有新的挑战。因为你不可能打造一个椅子，特别舞蹈是一个瞬间即逝的东西，你开始排练的第一开始创作到第1500场演出还是要人，所以劳力密集，所以它就永远 是人工费，所以到最后永远是入不敷出的，所以你永远要找钱。那你要说艰难，我年轻的时候也跑过3:30啊，到今那么年轻的时候你会烦很多事情，然后去才能够有一点点时间去做创作。那么今天看起来，因为有基金会，有我们林百里董事、殷允鹏董事，有董事会在支持，但是今天有没有好一点？没有好一点，它一样艰难。因为以前你没有负担，你要做什么就做。现在无 email 出来说林先生今年的新作是什么，原本有每次有新作各国的人就飞过来看，然后每一个人都希望是他们的首演。那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一连编出2个作品都不太成功，他可能国际市场就会慢慢的萎缩。那么当我们讲国际市，今天我们在讲台湾，事实上即使我们在台湾一样的一个票价，你要看一个好，你一定只要看一个好的演出。那这里面你可以是台湾的新生的演出，就是说一个新的舞团的演出，那一样价钱你可能看到一个国外来的顶尖的一个演出。所以到今天为止，没有台湾跟国际，而是只有一个叫做国际水平。所以今天的状况变成比那个时候没有容易一点点，
没有容易一点点，你觉得好像比较顺一点点，经济上面压力没有那么大。但是像演员们来讲，你在 为了种种的原因，你在国外演出一年可能演到四个月到五个月，再跑来跑去，相对你创作时间非常的缩短。那这是所有的国际舞团的事情。所以真正的考验不是说你会不会编舞，而是你熬了二三十年变成所谓主流舞团之后，你还能不能推陈出新。那么之所以能够推陈出新，因为完全没有时间思考了。你很多事情像我现在刚刚从欧洲回来，演完回来，可是马上的新作就要开始了，然后九月就要开始演出新的作品。那每一次大概就六个礼拜编一个新的作品，有时候只有四个礼拜，而往往是在欧洲演出的下午，还没有下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编舞。你永远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想讲什么，我就觉得年轻的时代很多的苦难是非常的棒。我父母整个社会不支持 ，OK， 社会没有说要去做舞蹈是一个很棒的事情。我的父母亲说要考台大而不要去写小说，或者考上台大再写小说，或者可不可以念完了博士再去跳舞，他们都没有反对这个事情，懂我意思？可这个事情整个社会没有要你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东西我应该怎么说呢？这些挫折都在。每一个步子都在问，让你问你自己说，你要不要做这个事？那你要怎么做？你要不要变成乞丐？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它都是艰难。可是我想说，陈水扁有他的艰难，林百里有他的艰难，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困难，除非你只想坐在一个椅子上不要动。那所以我觉得每一天都有他的一个挑战，而且你那个挑战的内容不太一样。所以呢，我觉得什么是最好的时刻，什么是最好的地方，现在这个地方，你要去到哪里都是从这里做起的。我刚说我们到了欧洲也是在编舞，变成我们演出创作排练甚至于募款都是每一天在发生的。我只不过因为年纪比较大了，从14小时的工作，16小时的工作，现在希望能够在10小时里面解决。所以我真的觉得最好的地方跟最好的时候就是现在。我们创业的时候是1972年开始，我毕业1972年开始就创业。当时的台湾是非常非常很贫乏的，而且说这个对工业方面是非常不清楚。当时台湾真的是只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外商外资来台湾，把一些老设备、一些旧工厂来台湾生产 TV， 生产一些消费品产品。像那个 RCA 还把一些那个有毒的那个物质还留在这个土地上，都清不了。那个都是因为台湾的第一年的劳工来做工业的，所以我们要创业，我们就怎么跟谁学了？所以说当时真是想起来胆子很大。当时我们创业的时候，我们是做那个金宝电子，是做那个电子计算机的。那我们是学电脑的，是去做电子计算机。虽然是都是怎么说电子计算机，其实很简单一个东西的哈，一个 calculator。当时是说我们是读电脑的，为什么不读电脑呢？因为电脑是更遥远的一个地方。台湾的技术、台湾的资金、台湾的市场的环境只能够做 calculator， 都是那个电子计算器。这个是1970年代台湾的电子工业的开端了。那是像我跟施正荣，跟那个这个年代的人哈，就是刚开创用那个 RSI 机体电路来做产品的时代。所以说当那个时代是用自己的技术、自己的台湾的资金、台湾的技术、台湾的生产的工厂、台湾的那个行销去开创一片天。所以什么都是从零开始的。所以说那个我想说那个温世仁写了很多书，刚讲我们过去的一些事情，你去参考那个书就好了，今天时间不够。
得增加他们的销路。就这样子的，从苦难中成长出来的一个电子工业，所以虽然是很粗糙了，但是每样事情都是从刚开始的。我记得有一个故事，我也是再重复一下。他说我们当时的台湾产品，没有人知道是台湾在哪里。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访问去找英特尔的时候，应该还站在1975年嘛，英特尔也是个小公司。我说 I'm from Taiwan。Thailand， 是不是 Bangkok 那个地方？他根本不知道台湾在哪里。那比如说我们去卖产品的时候，台湾是一个 piece of junk， 就是，然后我这个是那个廉价很粗糙东西的地方。然后我去美国去纽约，那个当时纽约的话，我们是从台湾搭飞机去的话是，晚上到的，差不多10点多到的。然后到旅馆差不多已经1点钟了，第二天一早7点钟在家里去那边 office 等那个客人，那客人是个犹太人，他让我等到下午1点钟，那他让我还在那个 lobby 那边等他，他出来，Barry you must be very hungry， 我说你很饿吗？我说 OK I'm OK， 他说 you must be very hungry for order。然后要叫我进去，我以为叫进去是不是给我吃三明治？不是，拿了我给他那个我的产品计算机，他把丢在地上，他说不要，agree think， 我就把他，他甚至还要丢在墙壁上，这样子丢过去很远，我把它捡起来看，我说 it's still working， very very reliable。所以你们现在是天之骄子。真的是天之骄子，有这么好的科技，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奇迹，台湾奇迹的结果下来的这么好的那个经济成果。我们那时候是很 humble， 很 humble， 一步一脚印在开始的。我记得说那个台大当时是没有冷气的，很热的。那我记得说那个我们大四才有第一个冷气的那个教室，结果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就感冒。每个人都在打喷嚏，现在想起来真是乡巴佬精神。是在台湾，不只是我们，很多这个做鞋子的，做雨伞的啦，做玩具的啦，都是这样起来的。当时是说是家庭工厂，就是说，这工厂就可以，那家庭里面就变成工厂了，就做这 PS assembly， 这样工作的。所以你要看到前人是怎么起来的。所以我们这是非常非常多挫折，我们做的产品，我们技术真的是有，不是最好了，最好的了，但是跑产品运出去以后，坏了很多，要去这边修理，我曾经去带了2个包包去欧洲修理我们的计算机，因为一直进那个罗马。不许去观光，马上就进那个仓库里面修机器，修了还没修完，就很对不起，就赶快就赶下面一站，都是这样子的过来。我说不是我了，我说像那个很多很多那个，我去那个神通啦、宏基啦，很多很多都是这样从 scratch 起来的，没人教我们，根本没有知道什么是叫 LC， 什么是开 LC 信用状。什么是美金的汇率？为什么变40跟1块？为什么这样子？去美国那个去了机场，怎么去旅馆也搞不清楚。所以这个都是很多很多。所以说，我记得说，我们到当时做计算机，我们的材料一定要去跟日本买。那我们也不太，我们去日本买的时候呢，他说是大公司啊，那我去买的时候，他说这个东西要给你多少钱？我算一算加起来，比那个卖价还贵，我怎么做？然后就要点，然后再去那个他们的秋叶原买他们那个这个样品，最新的产品回来，一打开，奇怪，那个号码跟我号码不一样。那他是用那个他新机器是用那个已经 Pentium 4了，我们他卖给我们 Pentium 2，他就做这样了 ，Pentium 4不卖你，我就这样子的，他就这样欺负我们，就去买东西了，就怎么都欺负我们，去买东西人家欺负我们，去怎么都做这种我们不懂，
但是台湾人还是因为韧性很够，活动力很够，就一步一把一把做出来。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当时那个我们从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后来从1972做了10年，1982年是全世界最大的那个计算机的生产工厂。我记得说那个张忠谋董事长当时在那个 TI， 他也是管做计算机的。我那时候还去跟拜访他，那在他门口的话，就是要站好，很立正站好，就是去见他，不敢坐。那董事长说，我们都是用机械人自动生产的，我们不要台湾生产的东西。是，然后摸了鼻子走了。所以我们很早都认识张忠谋董事长，所以说后来我说我用手生产的比较便宜比较快，他不相信，不过后来还是实际给他看，我很多东西都用台湾的方法做出来的。所以1980年我们做了全世界最大的计算机的 manufacturer。 好，那这个是当然其中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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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挫折的，很多很多我想说都很当然说你每个工业有那个 supply demand 的问题了，也经过很多石油危机了。当时这个石油危机是讲得好像被媒体好像讲得非常非常惨重的样子，世界末日了，现在说是石油就不够了，2020年就没有石油了，就哈这样子吗？当时是这样子的，我这么严重。那后来到1988年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还是要做电脑，还是要做电脑。所以台湾的人，所以说我1988年我就开始创办那个广达，那时候也是很艰苦，因为当时的 notebook computer 根本是没有零件的。我拿第一个样品去的时候，给的客人笑，我这个是电脑吗？这个是可以拿的，这是电脑吗？那会不会点一点都会烧起来？我说 God bless you。 因为当时那个硬碟机哈，那个 hard disk drive， 你它动的时候你不能摸它，你摸它的话它就都乱了，它那个头会搞错的。那现在不是，现在的照相机里面就有 hard disk drive， 我怎么摔都没问题。那个时候是非常很多零件都没有成熟，所以非常非常多的困难，很多新的零件、新的那个新的技术，你就慢了一步的话，你的产品就卖不出去。我就说很多那个我上次在天下杂志演讲的时候就讲到那个广达的这种它的那个在成长过程中里面很多组织方面的改变、技术方面的改变、市场方面的改变，你每一个企业你都要根据技术的演变。那个市场的那个 business model 的市场的生态的演变，还有使用者习惯的演变，你去改变你的组织，不然的话你就会很那个会的不见了，公司就不见了。像很多公司暂时就是不见了。我想说那个1988年的时候，很多这样的公司现在已经不存在了。那为什么？现在很多时候是跟着，不是说他有突然就不见，是你做一个总裁的话，都是要会看到未来是什么样的，你比人家早变化，你才有办法生存下去。所以说，做一个说人家说是什么做总统、做市长不是能干的，其实做总裁是不是能干的，因为他们顶多做8年嘛，做这个总裁的话可以做一辈子，做到死的。所以，但是在这个国际的竞争里面呢，你竞争对手是 Olympic Game。我们 notebook PC 的话，本来是日本领先很多的，我们要超越日本，成为一个 notebook PC 的王国，是多少的心、多少的努力、多少的危机都过了，才办法成为这样。你像当时是轻薄短小是日本的长处，那我们怎么 overcome 它？就是很多很多的。所以，不过话要讲回来呢，是时势造英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新技术的这样子的成长，这些变化让这个 notebook PC 的时代起来了，那我们就跟着起来。但是我们要 ahead of 的那个时代的那个变迁，你才能够成为你是那个 leader， 才是能成为 number one。number one 并不是靠努力再努力就可以了，不是，你要靠那个一个 vision， 你的 vision， 第二个靠你的那个。那个努力啊，
你的然后最后还要靠你这个耐力跟魄力。讲到市场的开拓，我想1978年，我1973开始，到了1977我就垮了，就是已经身体跟精神上面都不能负荷一个舞团。然后这个舞团它一开始就是成功的，那是更难。一开始你就必须来支撑着来面对整个社会，这个然后面对整个舞者发薪水这些。所以我1977年到美国去了一年，78年我在纽约，那个时候觉得好像应该在往外走，虽然原本已经都在亚洲各国演过，可是你不到纽约就不算嘛，不算是国际嘛。那个时候纽约到现在为止有57街，57街是一个经纪人的 office 的一个，全部都是大部分的经纪人都在那里。我就准备了云门的简介，几张照片。你看云门那个时候还没有宣传，云门就是4岁嘛，就准备这个东西。那一家一家敲门，他们就把东西放着。那至少林百里先生还有人把东西摔在地上，对不对？我连被摔在地上的机会都没有。可是我每天就去敲这些门，打这些电话，当然没有人接受。可是我年轻的时候的挫折真棒，因为我从14岁开始写小说，开始投稿，当然就充满了退稿。那联合报退了，我就给中国时报嘛。哎，就是永远，我就从10几岁开始就在玩这样的游戏，没有考上台大，大概就是因为在玩这样的游戏，所以我觉得很应该，我觉得非常应该。原本刚开始的时候，当然自己去贴海报，不然谁帮你贴嘛？啊，那么就我记得有一天，我的朋友陪我到西门町去贴海报，我们每一个家店都去问，结果那天晚上，大概我们走了4、5个小时。就一家店愿意贴云门的海报。我那个朋友是个艺术家，就是摄影家郭英生先生，他气得不得了，说这个社会是干嘛的，这个社会怎么这么不支持艺术，不热爱艺术。他说你怎么都不会生气，我说我高兴得不得了，我说有人拿海报贴到我家来，我也不会同意啊。所以对于能够有顺利的事情，我都感觉到是一种恩宠。那失败我觉得是非常应该，因为我总是少那2分嘛。等到云门云门后来1979年就去到美国，然后81年到了欧洲。81年刚刚讲艰苦，真正的艰苦可以做一个缩影，大概就是81年云门第一次到欧洲去。那个时候大概就是百里先生他们在拿着外面的订单再去给人家摔东西的时代。好，云门第一次到欧洲，90天里面，在欧洲71个城市里面演出72场。我很羡慕林老师的作品啊，能够在欧洲啊，在外国，人家那个起立来拍鼓掌20分钟。我的产品做得好没人说，做不好的话给人骂，把它丢掉，然后去修理。这个是艺术跟所谓的科技的这个分别。所以为什么我很尊敬林老师，很支持林老师，因为林老师能够把那个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文化、哲学，用现代的舞蹈、现代的那个方法来表现得这么淋漓尽致，能够扬名国际，能够成为台湾原创文化一个代表作。这个是我个人非常敬佩的一个地方。我们要那个努力的要推广的是台湾的原创文化，我认为一件件都很值得我们珍惜的。那台湾文化在台湾那个还谈那个经济问题，柴米油盐还是重要的哈。我们还是回到台湾的基本面，台湾的竞争力在哪里？台湾人的个性在这个工业里面怎么样来做这个出人头地的地方？台湾的中心竞争力是哪里 ？Core competence 在哪里？那台湾人是怎么样呢？台湾人很勤快，很勤快，最少我们那一代是很勤快的哈，很勤快。那我们那个时候，我觉得说很团结，公司啊，没有讲什么叫下班的。我记得说年轻的时候啊，就在工厂里面住，
然后下了班就穿拖鞋照样去干，做到通宵，为了这个公司要的任务不眠不休，根本没有加班费，也要去做。当时我是方法之一的，很多干部都是这样做下去的。所以当时台湾的人民是非常非常勤快，非常为了公司是那么问重要的，为了达成任务我一定要赴汤蹈火，要把这事情做完。那第二个，我们是还是比较速度，讲速度比较快了，速度比较快。那第三个的话，第一个是我们很勤快，所以速度比较快。第二个的话，我们甚至比较 humble， 我们做这个整合的工作比较快。还有回来一个精神，当时的我们的有非常好的 leader， 工业的 leader， 像那个孙云玄院长，那个李国鼎先生，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个长者哦，都把整个经济放在第一位，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把经济做好为优先，所以很多大的建设，很多大的方向，那个工业园区啦，IT 工业的那个发展呢，像那个我想说李国鼎先生的功劳啊，是非常非常那个伟大的。那这些很多很多的这么好的领导人都一个一个都有些已经凋谢了哈，有些还在也退休了，不在位了。所以这个我们觉得很彷徨，这个也是一个我们三大原因都没有再延续下去了，那怎么办？所以这个是要交给各位去解决，我已经完成我的任务了哈。变成男人之前的最后一次旅行，他们用食物串起了对家的思念，以及和过往的伤痛和解。你关心过这个家吗？林柏宏、张瑞佳，9月26日周六晚上9点，到不了的地方。2015年金钟奖入围名单，公视人生剧展《几乎南瓜》迷你剧集电视电影的全部奖项。公视长期耕耘戏剧创作平台，孕育培养优秀的电视电影工作者，一代接着一代，让影像工作者有说故事的机会，让表演工作者有展现专业的舞台。入围即是肯定。
公视将继续为戏剧制作环境投入养分，让每一个动人的故事继续发生，让我们一起看见更好的未来。活的比死的还要孤单。以后不要再来看你妈妈。我来给你讲看卖，看我大小，我给你撒秘书。同款啊，有我无我拢同款。当初人是恁家的，甲我斗三工啊。你拢无听过？唔知哦。你家乡在哪里呀？我一直觉得很奇怪，我爸怎么会弹这个琵琶？你今天真正想去就想了。夜晚到了要吃饭，一个连家己都不要爱的人，哪会晓知影讲要安怎去爱别人？啊，你也不要走。周日下午2:05，公视人生剧展2015金钟入围系列《浪子单飞》。中秋节国道疏运措施，三天假期前一日20、30至60暂停收费，国三新竹系统至燕巢系统8折收费，国五于2、6、27日7至12时南下，27、28日15至20时北上高承载管制，26日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南下入口，28日封闭国一浦沿系统及国三竹南北上入口，请拨1968或上网查询。早期对这样整根的孟公主利用，在头段部分呢，我们几乎都会做雕刻的花器的。那中段呢，我们会把它做比较厚一点的麻将席，或抽成那个竹席料。一想到这些智慧是来自，也许数百年或甚至数千年前，然后一直被发展到现在，它到现在都还在。光是这件事情的时间性，就让我很不理性的去想它，就很喜欢它。它是搅取全世界竹片材第一个利用。竹片材早期是用在基层材的，结果 KG 它把这个竹片材直接就用在家具制作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突破。KG 当初它的土啊，都只是两片，前面一片，然后后面支撑的一片。我们经过两次测试以后，发觉它的承载的重量还是不足，所以我们最后就决定了，在中间的六片呢，希望能够取两片的结构，从后面的一片，然后再加强一片，那这样它的承载力量就比较足，就可以达到100公斤以上。当我们二次烤完，能够让这个每一道的横片跟主片做结合的时候，他非常惊讶，让 KG 又认识到哦，竹材它的可塑性。对我们对它的修正 ，KG 它全部都接受。这么大的一个国际级的设计师，既然他很尊重我们工艺家给他的一些想法哈，所以这张椅子能够在3个月里面就呈现出来，跟他对我们的信任跟态度是有很大的关联。设计师拥有对资讯的快速的掌握，还有对于美感的要求，能够去将传统工艺中材料的好的部分跟那些很古老的很棒的技术重新带到现代生活来，然后用适合现代生活人们需求的方式诠释，很像把那些古代的那些东西穿上新的衣服。Flow 是我第一次接触竹工艺所做的作品，
其实那么做的设计师，他们可能一开始就很聪明，他们知道哪些会麻烦。因为我一开始不了解这些，我就直接做了很感性的提案，然后上面就是像流水或是风一样，你可以知道它从远方来，然后慢慢消失的。嗯，所以这几片我们会先穿好，以后打完。一开始在沟通上面，我用画图的，发现画图实在是太难表达，甚至因为它实在是没有一个规矩，怎么看它会飘移的，对，它在动的感觉。我用纸先做它的样子，看怎么排。我们可以直接针对哪一条线、哪一个面去做讨论。那个时候还是没有直接接触老师在做的事情。如果没有规矩的话，因为我接触的是纸，底下的那个连接感的那个副感的那个结构就没地方去，对，没地方依附。最后我才了解到说，原来我没有亲手做过，我不知道有很多实际上材料的特性跟限制。设计师的角色比较像是有一个很宝贵的资源，你怎么去取用？然后你取用的深度是你只是看看资讯吗？你只是看他做吗？我觉得好像那样对我来说还是不太够。我想要更知道，例如说他们在做每一个步骤的时候，手的感觉。因为我们肯定要从这边缓慢。眼睛看见什么？然后甚至他跟材料直接接触的时候，材料给他的反应是什么？是不是会比较难？比较难硬？对，嗯，不是啦，那个施力的问题。嗯，你的施力会比较不好施力。嗯，三四，可能一跟二要先跟他。左啊右啊，也许不是什么融合或是转换，我觉得是传承。传承也许是更贴近我的感受的一个概念。很尊敬的角度去请教他们，我得到了这些宝贵的无形的知识之后，我才能用我的方式去使用它。这样就对了，是很像我得到了一些宝物，从他们手中，他们交给了我。表演厅，9月26号周六晚间11:10，月之乐。Sir, help me with something? I'll be just fine on my own. My team and I are after a nasty metahuman who makes people angry. Have some real anger. As fast as you are, that's gonna catch up with you. We need to find him first before he hurts himself.